61岁的杨紫琼是奥斯卡首位的亚裔影后，如今再添殊荣，稍早在白宫获得了美国总统拜登授予美国最高平民荣誉总统自由勋章，成为了首位获得这项勋章的华裔女演员。那杨紫琼穿着黑色大衣跟长裙出席典礼，在拜登亲自戴上勋章时露出了开心笑容，离开时还亲切地对镜头挥手。拜登介绍杨紫琼在职业生涯打破了刻板印象跟玻璃天花板，丰富跟增强了美国文化。